个世纪前，有这样六位朝气蓬勃的大学生，告别了校园，踏上了追求梦想的人生路。五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，这六位当时的好朋友，一位经商有成，成为赫赫有名的土豪，一个嫁给了当朝权贵，在海外过着裸官太太的生活，一位在技术上高歌猛进，成了不见天日的程序员人，一位天天相亲可十全十美的高富帅一直没出现，自己却成了剩女，一位得到了美满的婚姻，全心全意的在家不相夫只教女，成了威名远震的虎妈，还有一位信了主，成了一名心理医生，活在信仰里。今天这六位当时的好朋友将迎来他们的20年同学聚会。有钱，我就是有钱。哎呀，这位靓仔不是汤丽同学吗？哟，您是？我是莫坚城秃号莫啊，老莫同学。哎，来来，名片名片，给你给你名片来。这是人民币呀、啊，这。这名片、哎，您的名片就是人民币啊！你不知道，我看的最牛的那名片是印他自己的照片，我的名片是印毛主席的照片。哦、厉害厉害！来来来，20年没见了，介绍介绍，这是我太太雅俊。哎呦，雅俊同学，你怎么这么年轻貌美啊？是汤丽同学的第几任呢、啊？我原配。可怜的、啊、可怜。听说您上了胡乱牌富豪榜。哎呀，你别听他们乱胡乱牌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有钱人也很苦、嗯、我穷的只剩钱了。你说啊，我钱多的银行存不进去，实在没有花了，每天在马路上溜，看谁摔倒了就扶，实在用不来扶起来再推下去再扶一次，要不你甩我夫妇？您可真是个土豪啊！现在的人自己摔倒了都不敢扶自己的。啊、这样子，来，这钱你拿着，有空你也扶着玩玩啊。你刚才戴个这个防毒面具干嘛呀？都差点没认出来。哎呀，汤同学，你真的不懂了。像我这种有钱人，就是要养生，钱多的用不完嘛。你看这个雾霾天气，我的医生团队跟我说了。少戴一个小时，我的生命短3.14159926秒钟。哇，那还得了吗？哎，我听说你当了医生，你告诉我有什么养生的方法呢？我这是心理医生，不过呢，这10年来呢，我信了主，经常读经和祷告，心情和都一直很好，所以呢，就显得年轻了。哎呦，看你这么保养的这么好，应该是可以的。那么我们进去慢慢谈。好，我们坐下来聊。来来，慢慢聊。老板娘，过来。50万，我包了你最大的房间，不要找钱，我给你急一找钱哈。哎呀，像我们这样高端、大气、上档次的贵族，怎么能找您钱呢？那不就看不起您？先给你们三位来晚清的人先送水。哎，不用给我，给他们。我不吃外面的东西，我自己吃东西都自己种。我的菜，浇菜的水都从法国运过来。哎，我，这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我施的肥，都是我们家自己造的。这菜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，这个。我也不给你吃，来，坐坐坐。
哎，这不是当年的校花吗？哎，你是谁呀？我姓陈，程序员。程序员？哦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怎么变得像只熊猫啊？哎，瞧瞧他那么大的黑眼圈。别提了，别人是朝九晚五，我是朝五晚九，每天忙的连个女朋友都没有。哎，你这朵鲜花现在插在哪根牛粪上了？我这呀也别提了，当年追我的要么是高富丑，要么是高穷帅，要么呢是矮富帅，挑来挑去啊，每一个看得上眼的就不成剩女了。啊，你们是天涯沦落人啊，来来坐坐坐坐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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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长得真像你。哎，熊猫，最近你都在忙啥呢？哦，最近在研究这个客户端的东西啊。啊，来一杯红牛加两杯咖啡，提提神。好的，好的，一样一样，谢谢。哎呦，这不是俺们贝贝吗？哎呀，这不是沈大美女吗？哎呀呀呀！二十年没见，哎呀，说你从美国回来呀？可不是吗？这二十年同学没见，可不容易了。随便怎么着也得大出血一次，回来一次看看大家。欢迎欢迎。哎，老同学，最近在忙什么呢？嗨，我还能忙什么呀？忙我们家女儿呗。我一直听说呀，你家女儿是人又文静，学习又好，怎么培养的？哎呀，我这个虎妈呀，名不虚传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女儿生的时候一查，哎呦，病情血。嗯，我们老公不干啊，怎么什么都没干，得一地呀、啊？嗯，这些年呀、啊。给我瞧瞧的，血型都变 A 了。哎呦，这么厉害！哎呀，听说你老公李某某，嗯，当大官了，今天在哪没？哎呦，你别提那个港独老公了。我跟你说呀，他这官呐、啊，越做越大，我心里就越慌。他就是个裸官，把我这往美国一送，啥都不管。我这成天呐，就担心他又要这个，怕他被双规呀。还有你知道的，窦二奶找小三，还得置其女部下呢。哎呀，我们家女儿也是，就为了争第一呀、啊。窦班长、嗯、王同桌，秩序学习委员。哎呦，这不去报前期班了？哎呦，贝贝，这姑娘才好好的，打什么前期呀、啊？哎呀，你不懂国内行情，这叫冷门技能，高考加分。再说以后结了婚。嗯，老公不听话，这不也能收拾收拾？那你可真是名不虚传的老虎妈妈，不一般。班？什么班？我不能给我提这个字。什么报？我们来好好聊一聊。来来来来来。哎呦，哎呦！张同学，真是大气，成校花。哎呦，这谁呀？我们班没见长成这样的呀。这是不是动物园管理员没关好门？刚跑出来的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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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来，大家同学们啊，我现在很担心啊，你看我钱这么多，家里零星一堆，你看我怎么保养呢？你好好教教我医生，我真怕了。那你这个这么要紧要养生，你是为了什么呀？不就为了长生吗？你看我这些钱，这辈子花不完，下辈子还花不完，我都得长命点哎。所以呢，你是想追求这个永生？这个永生呢也有，这圣经中就多次提到永生，但是不是肉体上的永生，是灵魂上的永生。哎，灵魂上的永生也可以，总比我天天在马路上扶老太太好点，太无聊了。有个老太太被我扶了七八十次，她求我不要再扶了，她说下辈子的钱都够了。
个钱实在花不出去，但是灵魂的永生吃什么才能补得出来啊？哎，这吃什么呢就有讲究了。这圣经上耶稣说过，我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凡吃我粮的人就可以得永生。耶稣去哪找？这耶稣啊，你得看读圣经，你读了圣经就能找到耶稣为自己打开永生之门，说不定啊你还能带别人进永生之门，这可比那个大马路上扶老太太可土豪多了。哦，那我回去组织秘书团去，我把秘书们一起带进去。那我怎样才能找到十全十美的爱呢？只有天父的爱是十全十美的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爱。圣经中提到爱是恒久忍耐，你要是连一点点瑕疵都不能忍耐，那怎么能找到爱呢？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，那么你说我读了圣经能读出个高富帅来吗？你现在对高富帅的定义是世俗的定义，你读读圣经看，说不定你所追求的高富帅就是天国定义当中的高富帅了。嗯，好主意，那我试试看吧。把我一半用来相亲的时间来读圣经，看看奇迹会不会出现。这个汤同学啊，这圣经比个砖头都重，砸到脚上把我脚都能砸烂。这个我每天连睡觉时间都没有，读这个有用吗？你觉得？你这个整天睡觉时间都没有，你这披星戴月的，你整天都忙什么呢？你都？别提了，我们上学那会儿还学的什么 basic， 毕业以后 C plus plus， 过两年 D plus plus， D plus D plus plus 都出来了。最近什么云计算，我整天在云里雾里啊，我这个忙的是不行啊。这个圣经上啊倒是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就让你们得安息。你呢也试着去读读圣经，哎，说不定你读了之后啊，哎，每天反而有时间睡觉了。有点道理。好，以后我把一半用来工作的时间花来一半睡觉，另一半读读圣经吧。哎呦，鼠猫猫呀，我跟你讲哦，你的时间呢太少，不够花；我的时间太多呀，闲得慌。我每天呢在美国，你知道的，早上呢去美容院呀，敷敷面膜啦，上午开始就没事干了，就挨呀挨中国天亮。咱们家那个港督老公呀，没，你们家老公做官都做这么大了，香港港督了。别打岔，这个他们说哪儿了？哦，对，早上敷面膜，这个下午就开始挨中国这个算时间，挨中国天亮。哎呦，好不容易等到那个港督呀，这个起来，他十个电话九个电话不接，好不容易接几个电话，三句两句就挂了。哎呦，我这个心慌呀，亚军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哎呀，你太紧张了，你都紧张些什么呀？哎呦。这个就不晓得了，雅俊，这紧张事情多得嘞，要么就是怕他那个这个被双规，要么就怕他防小三呀。哎呦，你不晓得，吓死哦！我打电话到他们的公司去哦，哎，这个女秘书声音就嗲的嗲的嘞，我的血压蹭蹭蹭往上蹭窜的呀。后来我回家跟我们老公就说了，哎，不行，你这个一定要给我换掉。哎，你别说，我们家老公这里还不错，给我换了一个男的。但我回家琢磨琢磨，又不对劲了。他会不会搞同性恋呀？你呀，就是生活没有目标，整天的胡思乱想，应该找点事情做。那你说这个不会让我读什么圣经吧？哎呀，这我跟你说，这个小说书啊、电视电影我从来都不看的，这不能看哦。这个只读小说呀，看看电影呀，一般都是婚外恋。哎，看看那个打开那个电视看看新闻呀，哎，是要参观的。你说这不看还不知道，你看多受刺激呀！哎，不行，我这不能读的。那你说说看，这个，要么就圣经里面告诉我，这个有防小三、防婚外恋，我还可以考虑。圣经当中有啊，在旧约当中就提到大卫王，
在功成名就的时候就搞婚外恋，结果受到了严厉的惩罚。哎，那听着还挺解恨的，这可以去看一看。我听大家说这么热闹，都来读圣经，那读圣经高考加分不？你这个怎么什么都是分儿啊？那可不是嘛，高考的时候一分压倒一片啊。这高考考高分固然是好，但考不到高分也不是就完蛋了就。哎，此话差矣啊。高考考不好，进不了好大学，进不了好大学，进不了好的工作单位，就遇不到好的男孩子，就没有好的婚姻，没有好的婚姻，那生活可不就完了？所以呢，你这说半天呢，还是就是希望孩子以后有一个美好的生活，稳定的这个婚姻。这些呢，不只需要高分啊，这还有很多其他因素，比如说人要有爱心呐，要有宽容心，这些呢，圣经中倒是都有讲的。从小读圣经呢，会有爱心，然后呢也会遵守神的诫命，长大后不给你惹事儿啊，这样你肯定长大就让你高兴啊。这说的也有道理。那我这样，一箭双雕，我这次买一本英文的圣经，顺便把英文也加工加工。这个真可不愧是虎妈呀。您是朋友们，今天在社会上亲相和爱暖同情心碎，爱情女儿你自夸。同学会结束一年了，同学会结束一年了，大家在同学会上听到了福音。在过去的一年中，大家都有查考圣经上的话语，他们都从圣经中找到了他们要的答案。当年的圣女和程序员由于经常在一起查经，现在也结为夫妻了。读了圣经啊，我才发现高富帅原来呀、啊、就在我的身边。哎，这个读了圣经以后啊，发现这个什么云计算都是浮云，要有了信仰才能吃得饱睡得香。关太太现在做了家教，教英文，常常和虎妈虎妞在一起研读英文圣经。哎，贝贝，我跟你说，这圣经还挺管用的，读了圣经以后啊，这心里踏实多了，也不胡思乱想了，有寄托了。我女儿啊，读了圣经以后啊，也知心懂事多了，这真是给生活加了好多分哦。土豪听到了福音，立志去非洲做义工，保护环境和生态。同时，他也资助汤丽夫妇去非洲传教，达成他们多年的心愿。哎呀，汤同学，你好！哎呀，你看我到了非洲之后啊，没有环境污染，也不用戴面罩了，空气多清新了。都是牛粪的芳香啊！吸这个不怕的啊，这个不会短命的。那个也，谢谢你资助我们在非洲的传教，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。啊，这是应该的。哎，我也还得谢谢你们，我让我有机会到这，我心灵也安静了。我心灵安静之后呢，跟上面的关系就很近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对，我相信我们在这里，你一定能得到永生。然后我们也可以领更多的兄弟姐妹进入永生之门。好，你们继续传道，我去多撒点种子。
受到感动。现在开放会所，让大家周五晚上来查经。请大家拨打我们的查经热线503-207-3244。我们迦南小组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主恩满意。我们谢谢迦南。